怎么了？我昨天才把地板洗干净，我今天这个洗掉毛，这是掉毛，宝贝。我昨天才把他们都刷得很干净，哎。啊？Nope。在装无辜啊？嗯。就是这些东西，这些昨天也全部都洗过了、啊。昨天收的在这，还有昨天我拖完地上从他身下弄出来的毛，全部。我们等一下再给他们大扫除一番吧。这些 ，Oh my god！ 小胖一直在讲，他掉毛都是掉这种一撮一撮的。小胖，北北，是你掉的毛吗？是你哦，是你吗？是不是你，哪里？我们家的猫的，哎哎哎，就跟狼一样，它随便摸一下，看到了没？吓死它！你自己也在看对不对 ？Just see， 那你也要是不是？你也要是不是？好，那你也来。喜欢吗？又到了换毛的季节啊！就是这个季节，就是这个季节，崩溃的换毛季。一直讲话呢，这么可爱。嗯，来调香吧，这样子猫猫也会觉得很舒服的，是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个好了。狼是我们家的调香师，要负责家里所有的气味。都会很精油，要分吗？要。有看到了。好，走，我们要去给猫猫清扫它们的环境，这样它们等一下会很舒服，我们也很舒服。要给它们吃粮食。妈呀，你也会打？擦了比较干净啦。贝贝抱贝贝，大家知道贝贝的名字由来是什么？他在呼噜哎，就是狼的小名。你看他的这个肚子，这样撅起来，他成团才是很多的。你是一只富有的猫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给他们清洁环境吧，宝贝。他们现在在掉毛期间，所以他们每次喝个水，然后里面通通都是毛，你们看到？然后再加上我们空气的循环，刚好这个碗就落在那个循环会这样咻，然后刚好家里所有的毛都会往回去，哇，很长的毛乱世，去吧。呀、yeah. ，来喽，来，玛丽。自己摸的尾巴很直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们在拍另外一只猫的皮。我觉得这间真的是要变猫屋了哎、欸，好可怕！他们玩麦克风，臭猫，臭小胖。我爸新发现，他拿那个梳猫毛的拿来梳他们的坐垫，坐垫就很干净。我们之前都用吸尘器吸，都吸不干净。就把这道正常。等一下给大家看那个刷子拿起来样子，小个大条，是不是超多的？我看，这个还好，我觉得那个应该蛮，那种昨天晚上梳过了，睡前我才弄，对，把它聚集，我们把它聚集在这儿，等一下就可以看到底有多少毛。你看，还有这个垫子。罪魁祸首的是超会掉毛，你看，超恶的，你看，这是一个晚上的掉量哦，我真是要疯了，哎呦，那里那一撮，哇，完嘞，有没有要做羊毛毡？我们把它聚集在一起，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到底，全部放这好了，我们先去放。
放这里，聚集好了放这里吧。对，哇，我们都放在这里。对，后面是我以前买的球球。是不是真的超恶的？毛剃光。恭喜大家，接下来应该可以看到剃毛日记。小玛丽，你干嘛？哎，你很热哎，小喵喵，体温很高。顺利好棒。嗯，这就是房子。这个背椅子 huge。呀呀，喵喵已经是个中年妇女了，是吗？嗯，九岁。哇哦，你快要明年就是十岁了呢，喵喵。嗯，他现在屁股比较干净。对啊，你给他挤过就比较干净。对啊，这样子看，还是脏，但是就是干净。喵喵已经是一个著名有脏屁股的猫，它又不舔屁股啊，的猫好白哟。它的脚脚还有什么？空抓，它很爽，就是这样。空抓，你这是露出一脸很满意的脸哎。你的毛。Nope， 不想面对。再跟他说一次。你的毛。好了，我要去吸地板喽。你把饲料打翻了呀。毛哦，这里毛也太多了，不要讲话了，我觉得怎么样？你会吃到毛？这是你一直掉毛，嗯，把你毛剃一剃好不好？好，举双手站起，你的双没视角。全都记录下来，那就是一个疯狂挤双下巴的过程吧。是你还在那边给我摇尾巴？嗯？他看着你在扫这些东西耶，他真的看着我耶，好不爽。我觉得我已经不想把这里面的东西给大家看，因为我觉得一定很可怕。对啊，都是毛，都是毛啊 ！Oh my god！ 啊，都是毛，都是毛，累死了！一个晚上的量，我睡前才把这些东西全部拆完，今天起床看到这些东西，那你给我养。我的手这么大，所以它就是。几乎可以就是枕头放在我的手上的概念。That much， 来，两个晚上的量。宝贝，我们很棒，大功告成。LNG。都是毛，
大功告成了呢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我们的周末清理猫猫的日常，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影片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感恩，拜。这是小胖刚刚抓的吗？所以你刚刚说的是对的，就是见血了，你就会看到，见血就会看到。